我是刚刚接触到了122年了。10月18号，瑞芳红桥频道3点整，沙发室车子有点闯红过。来了，请医院的乔克车准备通过。18号出事，来进五，来进三五，来进三四，三节的 RCNS 超客车，18号出事，八刀子发车救命医院上青龙超客车，在瑞芳红桥频道已经动过了，刚刚支持就拿麻烦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